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婆婆妈妈啊？你不说我就挂啦。我喜欢你。敏飞不回电，医生不响又没有报平安，我很担心，你知道吗？你真的把我给吓死了。托这公司什么号码？你知不知道？我有你放在心上，生命就有了重量，风那也不会飘荡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你以后不要再吓我了。明明就是你吓我。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对，以后不敢了。就算真爱枯石了，就算一滴老天荒，还想爱就没遗憾，不遗憾怎样？每天看见你笑脸，我就心安。不管外面的世界像平常怎样，我们还有我们的小小天堂。
再回来哈、啊。老妈。啊。我爱你。哎，颖、嗯，儿子，你没事吧？你要吓死你妈！那怎么你们女人这么容易被吓？不过你放心，以后我会多抱抱你的，你就习惯了哈，知道吗？哈哈。哎，我儿子怎么了？难道外面没有女人给他抱，回来抱老妈？老妈，老妈！哎呀，什么事啊？那么大声，你要吓死我啊！我们家进贼了。怎么会呢？还是个色情狂，专门偷我内裤。哎，我可没有动你那些又破又旧的内裤哦。那会是谁？嗯，喏。旧的全部见了，全部是新的，还是名牌哦。你不要跟我说是质疑啊，他怎么可以这样？一定是吗？最近都是我教他把你的衣服全部放进你的衣柜里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，老妈？为什么不可以？在我心目中啊，他是我未来的媳妇，做这个事情呢是迟早的。我可不是她未来的老公，好不好？我真不明白她有什么不好，进得了厨房，出得了厅堂，她工作那么忙，还默默地帮你整理这个臭睡房啊。最难得的是啊，她还自掏腰包啊，帮你买这些名牌内裤啊，这种女人去哪里找呢？我不想再说啊。哎，你不是要冲凉吗？不拿你的名牌内裤啊？哎，儿子。来来，好介绍，杏仁湖。对对对对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是独家纯手工研磨而成的杏仁湖，养颜补肺。新产品啊？不是，非卖品。是我亲眼看到质疑它，一天一天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为你按摩啊。那质疑它。哎呀，我怎么会生出一个这样没有感情的儿子呢？杨医生，哎，你今天有点不一样哦。什么地方不一样？整个人春风满面，是不是有什么好事情发生？有吗？刚才你说的那个病人已经出院了吗？哦，手续都办好了。哎，粉红色的郁金香，哎，杨医生送你的。郁金香代表高贵，意思是你是我的公主。到底是谁送的啊？难道是上次那位有心人？上次送玫瑰，这次又送郁金香，他跟你告白啊？刚才你说的那个报告可以拿给我看吗？哦，好啊。谁敢乱送花给我女朋友，叫她小心我的仙鹤神针。谢谢你的花，可是以后不要再送我花了，那个我喜欢的人会不高兴的。这个花不是他送的吗？不是你送的吗？我是很想，
不过看起来有人比我抢先一步了。对不起啊，我还以为是。不要紧，你一见到花第一个想的就是我，这也算是一种荣幸吧，对吗？你放心，我没事的，我该去忙了。快找出这颗八级。哈哈，哎，我说啊，你真的是关德伟的克星啊！我又不是故意整他的。花到底是谁送的？我不知道。你吃醋啊？干嘛要吃醋呢？这么多人喜欢你啊，证明我有眼光。哎，不对，证明你有市价。市价？你以为我是什么药材店的药材啊？你当然不是药材，你是honey。那老老实实啊，我的honey到底招了多少蜜蜂跟蝴蝶啊？我要一只只把它们钉起来做昆虫标本，我跟你讲。你怕？不要眨眼喽。不会吧，这么夸张，这么多个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转了，再转我头要晕了。哎，你是开玩笑的吧？那你呢，有几个啊？看清楚啊。就一个。每个国家一个。跟你开玩笑的啦，我家规很严的。那，你该不会因为这样开始怀疑我的市价吧？是叶律师质疑啊。我跟他是初恋，因为大家理念不同，我去中国之前就跟他分手了。他现在呢暂住在我家，我老爸老妈把他当女儿看待，我跟他现在是朋友，以后也是，只是朋友。真的吗？还想知道什么？没有了。我的心很小，只能装一个。这是林夕要我把它送给我喜欢的女生，戴上了吴哥人的独家指环，以后就不可以招蜂引蝶了，知道吗？你还是小心你自己。我，哎，不是要我对着月亮发誓说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对你是真心的，安妮，安妮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肉麻死。小小天堂。儿子，喝冰糖燕窝，吃遗嘱的。是他自掏腰包，在我们店里买了上等的官燕，然后一根一根慢慢的、慢慢的挑干净，然后再用感情细心的为你而炖。儿子啊，虽然从这碗燕窝你看不出那种浓烈的情和爱，但是老爸相信你一定感受到他们的存在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儿子，哎哎哎，志云，进来吧。什么事？还没睡啊？啊，想跟你谈谈。哦，
有些话我想当面跟你说清楚。声音啊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我刚才说哦，我忘了，我还有东西要买，店快关了。不要再发生了，一次就够了，不要再说，我不想听，我真的不想听的。也不要再为我做任何事，知道吗？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不想你误会。这一切都结束，不见了，你看，伯父伯母，谢谢你们的照顾，我不想再打扰你们，我回家了。你对他做了什么事？哎呦，儿子，你是不是上回车没补票啊？老爸老妈，我是这种人吗？我什么都没做。哎，那问题更大了，难道你打算一辈子都不上车吗？我只是想跟志毅说清楚我们的关系，我不想他误会。不要再为我做这么多无谓的事。什么无谓的事？帮我整理房间，买名牌内裤，磨杏仁糊，煮冰糖燕窝， 这对他不公平嘛。是我叫志毅帮你整理房间的，那些内裤呢是大姐家的时候我买的。杏仁糊是我一点一点花了整个下午磨的，不过是你妈命令我做的。燕窝呢？当然是我花钱买的，你以为我吐得出来吗？不过我也是被逼的。
那为什么你们说都是自己做的呢？一个女人啊，为你做这么多事情，你不会被感动啊？儿子啊，我们是用心良苦，想撮合你们。哎，没想到，我要帮之怡，反而让她受到更大的伤害。所以我说了，男人喜欢女人，需要的是冲动，不是感动。现在浪费我的冰糖燕窝，我心痛。未来媳妇都没有了，你还有心情想你的冰糖燕窝？老妈，就算你再怎么喜欢之怡，你也不必非要我娶她。总之，你一定要娶她。这什么道理？这是我们家欠她的，是你欠她的，你知道吗？当初你离开的时候，你知道之怡怎么过日子的吗？她每天在家里哭。要不是那天我给他送汤去的话，啊！之怡，之怡，你在做什么？之怡，之怡，之怡，伯母，你不要过来，你过来我就跳下去了。之怡，你先下来，有话好好说，太危险了。他不要我了，他走了，我放不下国恩，放不下我们的感情，我很累，我很辛苦，我不想活了。之怡，国恩只是暂时出国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伯母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不好，我让你们失望了，我什么都没了，没有了国恩，没有了梦想，没有了工作，我全都没了，我只是一个病人，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了的病人。之怡，你会好起来的，我会好好的照顾你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，你要相信我。伯母，你这么疼我，我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。之怡，你明知道我那么疼你，你还要在我面前跳下去，你要我内疚一辈子吗？你忍心这样对我吗？之怡，来，听我的话，下来。要不是你啊，之怡也会得忧郁症。唉，都不知道我有多内疚啊！六年呢、啊，你知道之怡为什么在那小律师楼工作吗？她也不想啊，没有办法，那些大律师楼都不肯雇佣她。我记得六年前我离开这里的时候啊，你是在一家国际律师楼做事的，为什么你现在要换成这一家规模比较小的律师楼呢？像你这么有条件的律师啊，到哪一家都会成功的。我现在距离成功还有一段很遥远的路。这些日子给你带来了不少困扰，我很抱歉。对不起，以后不会了。恭喜你，终于交了女朋友。我去过自己的家和律师楼，都找不到他，手机又没开。
我真的很担心啊，他又会做出什么傻事。应该没事的，我想自己他需要时间冷静一下。没想到六年前我离开这里会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伤害。我这次回来他什么都没说，我还以为我们分手后他一直都过得很好。知怡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女生，我想她并不需要你可怜她。我跟她感情已经过去了，我对她只有歉意，希望你不要误会啊。你不要太担心，我想自己是需要时间去放下你们之间的感情。希望如此吧。你在看什么？那个男的是杨医生的什么人？你不知道？你知道？哎，你是不是住在山洞里的？我忙着照顾我的病人，哪有时间管这种无聊的网站？你知道什么事情让男人最不开心？输。男人最怕输。错，男人不怕输，只要是输得心服口服。如果我是输给关教授，我也没有话说。他的条件很好吗？关教授是温文儒雅型，他算是浪漫不羁型，也不错啊，长得蛮帅的。你可以不要这么肤浅好不好？看样貌选人。要是早知道他有男朋友，我就不会浪费时间和金钱。浪费什么时间和金钱？昨天休息室的郁金香是你送的。你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在甘心是不是？花送都送我，还怕让人家知道？这口费，我最多请你吃饭。那也可以啊，但是我不在这里吃的哦。要请就要有诚意，不然我很难担保网络上会不会有什么送花怪男的新闻。在这里见到你，是不是表示上次的事已经有进展了？有进展，就是我完全失败。完全失败？就算是癌症病人，还是会有康复的迹象。莫到宣判死亡之前，生命还是会出现奇迹。医生都是这样跟病人说的吗？不是，自己也是说来安慰自己的。你们律师，你不会那么轻易宣判自己的死刑吧？律师如果没有胜算，通常会建议庭外和解。但如果对方连谈都不想谈，这种官司不用打，你就已经输了。原来早在六年前，他坚持要走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输了。我好笨。你的那个爱人抢不回来吗？
是我们的运气差，运气不好的人才会碰在一起。运气差，以前念书的时候我的成绩输给他，现在我喜欢的人也被他抢走了。我们真的很失败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送你回家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会回去。哎，喝到那么醉，还是我送你吧。不要，你不要管我。我车就在前面，那你跟我走。你自己回去，你自己回去。哎，你连站都站不稳了，还是我送你吧。我自己一个人可以，我会照顾自己的。我一个人真的可以，不必麻烦。放心，一点也不麻烦。为什么？如果不喜欢我，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？为什么要给我假希望，又让我失望？我不要再像以前那样，我好怕，我不要再受伤了。是我不好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没有珍惜你。其实做朋友也可以啊，我不会逼你的，原谅我好吗？原谅我。昨天晚上你说不出你住在什么地方，所以我就对不起啊，麻烦你了，我的行李在后车厢。只可惜，美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。不过天天都有美丽的日出等着我们去看，所以我们做人也不用太委屈自己。其实你是一个好人，那个女生不懂得欣赏你是她的损失。我也不希望她有所损失。你要去哪？我送你。谢谢。这间公寓是我几年前买的，原本打算跟我未婚妻一块搬进来，只可惜她等不到这一天。为什么？别提了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问你一件事，你的前男友是不是吴国恩？你认识国恩？
他是我在医学院的同学，在学业上他是我的竞争对手，没想到在感情上他也成为我的情敌。你喜欢的人是杨敏飞啊？很巧，我是昨晚在你手机的墙纸上看到你们的合影才知道的。如果你认为这个地方还可以的话，你就安心住下来吧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这是老爸我煮的凉茶。怎么之一还没找到。哎呀，你到底对人家做了什么啊，搞到人家离家出走。我跟他说我有女朋友了。你为什么骗人家呢？我真的是有女朋友了。我就不信有谁会比知怡好。我的老婆，这话不能这么说啊，也许我们儿子有眼光能找到一个更好的。爸，你的咖啡。这几天你看起来心情特别好啊，是不是交了男朋友啊？这也给你猜到啊，织女莫若父嘛。我相信你的眼光，漂亮大方，会跳舞，又善解人意，还是一名医生。哇，儿子啊，你真有眼光啊。哎呦，跟你交往的女朋友不是医生就是律师，而且还是高学历高收入的。高学历呢不代表人品好，可是知怡就不同了，她不但有学问，还对我们一家人都很好，你说对不对呀？对，对对，你妈说的也对。儿子，那看你什么时候有空，把女朋友带回来给我们看一下，看看她到底有多好。快把你的男朋友带回家吃饭，我急着看女婿呀。爸，我们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呢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把他吓跑的。快叫出这颗霸气！哎，你跟你爸说我们在一起了是吗？你呢？我说了，我老爸老妈要我带你回家吃饭。这么巧啊！我爸也叫我带男朋友回家吃饭。那很好啊，我们大家一起吃。还是分开吃比较好吧，又不是谈聘金。我的杨医生已经提起聘金了啊，你的思路还真快人一步啊。你认真一点好不好？你父母喜欢什么？送礼就不用了，你只要让他们相信你是不会欺负他的宝贝儿子就可以了。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了？那那这样不算吗？说好了，今晚去我家吃饭了。先到我家吃饭不行吗？我今天难得休假。好依你，不过我老爸已经特地去巴萨买菜，说今晚要煮大餐给你吃啊。那怎么办？都说一起吃，不就解决了吗？那我想想，哎，你爸爸在跟人家打架，快过去看看。谁的爸爸？你还有你爸爸？啊？哎。这条鱼我是要买回去煮给我儿子的女朋友吃的。这条鱼我是要买回去煮给我女儿的男朋友吃的。哎呦，杨医师啊，我觉得你今天是冲着我来的，来找茬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这样虚火又上升了，难怪你的声音会沙哑啊。你不要跟我嬉皮笑脸哦，吴志雄，我们有什么恩怨今天就解决好了。拜托两位不要吵了。老爸，你想见的人是他。爸，你的鱼就是煮给他吃的。他是你的男朋友，今晚不煮了。爸，爸，我就是对人太好了才会被你害啊。就昨天晚上那一顿牛排，你就花掉我几百块，那是我整个月的伙食费，整个月的。
你又没有给我最高消费限制，我怎么知道你那么省啊？那你现在知道了吧？是不是应该有点表示？没有。总之你最好是说到做到，不然的话。不然怎么样？思云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有事想找你谈。哦。既然有人请你喝咖啡，慢慢享受吧。思云呢？你没事吧？哦，没有，你突然叫我名字，你有点适应不过来。我们现在只是在闲聊，不是在工作，你不用那么拘谨。你叫我德伟好。啊？我真的可以叫你德伟？嗯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你的条件那么好，应该有很多男朋友才对。以前有，但是很多年以前了。那你失恋过吗？如果一个女孩子被伤了心之后，她该如何去走出这个伤心，怎么去抚平这个伤口？就把那个人的东西全部丢掉啊，只要不要触景伤情，很快就会复原了。原来是这样，谢谢你，我该去巡房。德伟，什么事？只是想跟你说再见。我竟然可以叫他德伟，太好了。诗怡，打电话给我好吗？我们都很担心你。上次的枪碎好玩吗？我还没玩够呢，下次你不会这么走运的。小姐，你要报案？我被人恐吓，上次那个人要泼我墙水，结果害我朋友进了医院，现在他又发简讯给我说不会放过我。我给你看。对不起，我好像把他删掉了。看起来那么差，你这几天没睡好吗？我睡不着，我一直感觉到有人在偷看我，跟踪我。你能不能开安眠药给我？安眠药解决不了你的问题。可是我一闭上眼，就会想起不开心的事。你真的不肯帮我？这些是我们去马六甲度假的时候拍的。你真的想忘掉那些不开心的事，就必须把这些给丢掉。
稍后的晚间新闻要告诉你，教育部推出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设计指导资料，强调学习过程让学生建立自信和培养毅力。本地每年有1000人患上外周感觉神经元病变，患者会走路不平衡和手脚麻痹。日本爆出特大企业丑闻，著名照相机制造商奥林巴斯承认多年来虚报开支以掩盖投资亏损。请继续锁定八频道，